跟我一样。我很少知道自己在找什么，是不是搞变？但我总能找到。哼，我就不一样。你不会有人是吧？我是丧尸人。这个规矩，我最近很可怕耶，进化了。心中的魔幻，然后这个吧。嗯？啥意思啊？我靠！给完你。啊！他刚刚那走上来，我感觉是猪妈猪妹来了。他强二吗？他这敢强二吗？那你就小心一点，我刷野去了。OK OK， 好了。哎，可以来，可以来。没 Q 他，没 Q 他，没 Q。来来来来，弄。弄，对，看看看看看谁看看看三秒三秒看三秒，我五秒技能，五秒好像打不住啊，南博可以吗？直接走了，还挺慢，还挺慢，还可以三秒一三秒一三秒，他有一他有一他有一的，上面还有一的，我有七，真可以打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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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六秒七我没 Q， 我啥也没。上面还有一刀，小心哦！啊，这样不行啊，等我 Q 好一点，还有点急了。OK， 我的，慢点就好了，他们躲不掉了，都是这样子。没事没事，来到这里就帮着他弹回去，就真的大发了。不敢着急的远啊，那才叫稍微急的，慢一点。慢一点。猪妹闪的，萨米娜闪的，全闪，不是闪的，全闪了好像，全闪，没事没事，慢慢打吧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慢慢打。没事，他下路他有优势，我们能发育的，可以不打。安博掉气了，击中了。我得避，然后就刷你两个。大军，猪在上，猪在上。我这兄弟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我到时候我越挨一顿，我越挨一顿。猪没闪，嗯，蓝博也没，但全没了，全没全没闪。如果打楼，你得下路得帮我打哦。有线可以来，那下路我三打三应该打是打不住。你帮我一些，我操，我被看见了，猪好像下来了。对，猪是刷下来的。我三打三不太好打，不好打啊。三秒装备太好了。嗯，走吧，走吧，难走就一点。能看见吗？我能看。
啊，能拼成啊，盖尔就能拼成啊，能。卖好办了，然后不要紧。哎，他没找娘了。对对对，他还吃的话，他回来吃的话，看你们傻，有闪。他有 W 啊，而且血量还挺健康的，这三个。不是啊。怕我一跳一上硬发他血了。嗯。那个太难避了。救不了啊，他有 W 九宝兵。弱势的。那，你这个血量很诱人啊。炸弹到了。他上面他看不了的，但他上去他不敢上来。能够把虫子吃了。应该还能再转个渡层，这样子打的会。下去了，这个应该有。当然。得了，没有，然后在我这里。交。大哥，还交闪了吗？应该是没有，不然我应该死的更简单一点。可惨了。他没橘子是吧？橘子等会儿要。太难了。泰坦可能会去中啊，泰坦不去。越了吧，越了吧。我可能要跟他一块一样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大哥。来啥？大哥。几分？看一下。算了，没办法。两六。下半区打不了。下半区只能发育。突破船长，永远打不了。没事，这三米啊，玩不了。他团战他不一定好发挥的，没关系。他真的在我这儿送了。我操，他把我已经吃完了。我马上能打。那我可以了。你能想不见吗？很需要吧，在出来等不见。他毙了对吧？猪妹毙了，猪妹毙了。是老师被打那个蛤蟆，我要弄他。等一下，我大把十秒了。他们好像挺怕的，就打。没事，老师猪没到我这。我打到兰博了，打不了。不过我打不丢。走吧。他没 Q 的，猪没 Q 的。没 Q 的，没有 Q。啊，这里面。等一下还能发育不着，还好这边好。应该停住去。那发育就是好事。然后他发育就万岁。我的闪。还有闪。哎，是。哎，这边谁闪现过来了？蓝不掉闪了。船长应该没橘子的，那个结果大招了。他这样都上来给我 Q 吗？这心脏病应该很厉害。没蓝了。
我一个兵六，我六个可以帮你吃。我讨厌说他们的话才对。你可以接吧。我得毙了他们吗？你要打龙吗？不行。别啊，上去吧，你上去我就。我刷，我是我是有话。蓝博，蓝博在那里。太烂了。一百蓝，应该还好一百蓝。刚打野区的时候，打蓝博放在那里放了，柱子放了。都推了我回到这边，这样就。从线上来，他如果推的话，你在线别动。我推的话能杀的，我从线上来。有可能会抓我，没机会再抓我。弄头，他没打。下团还没有那么快，下团还刚回。开始。来上。哎，他们上线了。他没拉你。哎，他们双组全技能的，你们小心点。嗯，不打了。全技能的，我帮挡，帮挡。好挡，他没闪。不是没闪，走吧走吧走吧，还能弄他吗？我闪我闪我交闪，我能把你踢一脚，没事没事，跳很壮跳很壮，嗯。前面是那个骚男那个队，嗯，还挺厉害的，大哥，对，他们是替我天天在一起打，对，天天打我，我们是完全靠个人的演技。他，我听说他们之前一队伍啊，装的那种补给直接线人就打过了。我们能打赢他们啊，证明我们实力是在线的。船长，船长什么技能？嗯。船长，船长有闪吗？没闪。OK。然后换线，让船长发育。不敢来了，蓝博是没闪现的，蓝博的闪现。我操！我有七，我本来有点久的，上去了，就他一个人在上来，好，这个闪现打分，不死吧？啊，他们在往下走，他们打天空，有人在往下走吗？往下走吧。我走了，不确定了，不确定。哦。挺酷。老表跟你说，周期挺辛苦的。不过卡的水线要保持一下。你可以不好，刚不好的是吧？哎。哇，好了。哎，杀这个船长不？啊，没闪，我把蓝吃了就来。没，蓝博应该是有踢的，没他们用过。别一套，辅助不见了，说一下。啊，那。你肯定有踢哦。哈哈哈哇，他这样把线清的好吗？来哥，大佬，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蓝波没大了，他们想靠上的，他们想靠上的，我跟你说，我帮你站哥吧。你俩先锋只能放猪吧，他们这个小龙之前要放猪的。你有一个我就不帮你打。对。啊，蛮大的。这样。小龙体验上打不打？先接先锋要打，这先锋要打，就是先锋把他接了再打，要打的要打的，他们一定会放中路先锋的，从中路挤过去啊，要走野区，
这三秒像想回，我上去搞看图搞他。对对，不要不要。林妹乐，好，差很多钱了。还不要走。下单回不了了。差很多钱。三秒回了。他没事的。回了吗？我应该还能再转一次的泰坦。如果强一波先别动了。哎。走，小心小心，这两龙就是我们的。我开了 ，OK 的，传到地了，哎，不是传的，拿过地的。他们三发直接开吧，他们三发。他们没补装备的，他们。直接开了，这样金牌要掉啊。嗯，打吧，啊，我直接给一给了。我先收档。你收，那你收档。我帮看了。把回到这口就卡好了。他们没大啊，没大，不没大，没打，然后没大了，好像打掉了，好看。哎哎哎，哎哎哎，来来来，那边闪了，这边闪吗？我在看看，我在看看。OK， 得个大招。哦，可以。你们开吧，我下去。我操，这个位置太猛了，这个技能 AOE 全满了。咱们家很怕你，想安你吗？他有交大了吧？不可能没交大吧？啊，他等下去了。对啊，他不可能交没交大吧？上不可能。谁？泰坦总不可能走上来加十五。我再等一下，下下可能会进的呀。嗯，我们这组超级队员，我们说主要我们请风大的，不是解散。下手。
我想看。哎，踢了。踢了的话，看一下，对面这个想拍的，你看看，你看。三秒，三秒，三秒。晕了，晕了。我操！我操！哎，可以杀，可以杀。没说吗？所以二十秒，两个三只兵。扛下。我扛吧。好，该拿龙吧。拿龙吧，应该一波。拿龙吧，好了，十到十五。拿龙吧。兵有东西的飞耶，兵身上不漏啊飞。你别管了。我不管，你有做了。再做吧。哇，他智能说。等下把你上矿烧烤了是吧？你笑着怎么意思啊？怎么意思啊？后面草台，后面草台，先上吧。上吧，再上个墙，上个坦克吧。一个有坦克吧？哦，你把，哎，给完就给完就感觉技能都空了。打那种，赶紧说话说的时候，技能空两个。哎，三拉逼了，三拉逼了。三拉回了吗？对对对，想摩擦一下吗？他逼了，他真逼了，我操！哎，这哥们一下去刚好是他，哎，也不是吧，一慢一个弱点，一快点的话这波就快了。假情报，假情报，他又没底，假情报，这边太小了，电机一起回，哦。我们这个配个电机很重要，主要电机。看他这什么？这地上来啥意思？又来吧，来了。真上啊！上靠呗，嗯，追上了，可能会逮到个船长。我接一波中午过来，可以。我拿吃了这个。要我推的慢点吗？这波线过来的话，人赢都是要靠队友的，都是要队友打得好才能赢。等你一下吧，这波线我推慢点。我是一起来的。嗯，等你们。你们小心被杀，上来。他 TP 的嘛，他这样扫大招。他们出来随便赢啊，感觉。蓝波没大。就杀这个吧，就杀这个吧。猪妹，猪妹，猪妹，猪妹。猪妹没。满意了。小心点啊，看他那个。我四秒技能，四秒技能。我这插个叶子。蓝波没闪。他闪现把我二连住。我给飞机钻石都灌下来。应该不会，我也接着了。看毛线好远，这张巨长，我操！大老远。脸掉。走吧，
我感觉这龙对立的拿一定要打你也可以。小心呗。感觉不会来接这个龙吧，接这个龙剑姬带穿了。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真来嘛，来了感觉剑姬就带穿了。那个 AD 是没闪的，嗯，接不了，真是他俩有闪啊，他俩有闪。来来，我可以，我先上，我先上。我操！我这打得好啊！我可以压到狼博的，真的被你断掉了。哦，真厉害，真厉害！什么什么？我说我可以压到狼博的，被你断掉了。真的尬死了，白菜白菜你。